直播吧11月11日讯 NBA 常规赛雷霆对阵独行侠，虽然威斯布鲁克继续肩伤缺阵，但雷霆近来好取气连胜。开场后雷霆延续近来不错的状态取得领先，但凭借巴里亚在第一节末段的一波爆发，独行侠反超比分。在第二节登场后，独行侠首先巴纳接连拿分，扩大领先优势。独行侠越打越顺，一度领先22分。但乔治带领雷霆在半场结束前打出一波12-0的高潮，略微缩小分差。下半场回来仍旧是独行侠首先进入状态，虽然此后雷霆奋力追分，但独行侠牢牢保持住两位数领先，没有给雷霆翻身机会。最终独行侠11-96终结雷霆7连胜。比赛开始，雷霆首先争得球权，由乔治跳投率先拿分，巴恩斯突破打成2+1，雷霆多点开花取得领先。独行侠主要依靠冲击内线追赶比分，亚当斯篮下错位双手暴扣打成3分，雷霆10-7暂时领先。东契奇突破再取2分，施罗德内突外投接连拿分，独行侠则多次获得罚球机会，亚当斯勾手打进。虽然此后乔治还命中1记3分，但在这段时间巴里亚突然爆发独得11分，帮助独行侠23-22领先结束第一节比赛。第二节独行侠登场后率先巴纳打出一波7-0的高潮，直到这节比赛进行到5分钟后，独行侠采由东契奇拿分，接着鲍威尔打3分得手，科特贝尔和芬尼史密斯各中3分，帮助独行侠46-28扩大领先。亚当斯2罚，全中略微止血。独行侠外线继续稳定，发挥命中，三分将分差拉大到22分。施罗德突破回进2+1，小乔丹和东契奇合砍5分。但此后乔治带领雷霆中将打出一波12-0的高潮，在半场结束时缩小分差。上半场独行侠57-40领先雷霆。下半场回来仍旧是独行侠首先进入状态，外线连中3分，再度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分开外。在格兰特投进3分后，雷霆外线也逐渐找到手感，两队在3分线外上演对标大战。施罗德突破抛投得手后，雷霆62-73落后11分，东契奇以牙还牙连续强突拿得分数，而雷霆主攻内线也屡屡得分，没有让分差扩大。乔治中投命中，巴里亚借掩护回进2分。三节打完，独行侠82-70继续领先。第四节鲍威尔率先补拉的手，菲尔德3分毫不手软，芬尼史密斯过来后马上还以颜色，双方你来我往，分差一直在10分和12分之间徘徊。芬尼史密斯和科勒贝尔送出一次暴扣，独行侠98-82领先。帕特森标中3分为雷霆保留希望，但雷霆防守端再次出现漏洞，科勒贝尔空位3分轻松投进。虽然雷霆奋力追分，但独行侠牢牢掌握住比赛节奏，没有给雷霆继续缩小分差的机会。最终独行侠111-64战胜雷霆。首发阵容，雷霆施罗德、弗格森、乔治、格兰特、亚当斯、独行侠达米斯史密斯、马修斯、东契奇、巴恩斯、小乔丹、